喂，真的是你啊？我以为我看错了，我在你后面。我是请你去我家喝杯咖啡，还是我们在门口找一个咖啡店？我是来看刚刚归于我名下的一个房子。你要搬到这儿来住啊？只是房子刚刚归到我名下，我来见识见识。房子是遗产。啊。你外公的事情我听说了。要随从吗？大黑天的，你也是第一次去哪儿吧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还是朋友，不麻烦的。哪栋 ？F。这边。我就算要换大房子，也会卖了这个，买别处。还好，要不然对我很残忍。对不起，开个玩笑。好几次都以为见到你，结果仔细一看又不是。今天一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很高兴再见到你。别紧张，面对我你永远都不需要紧张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我们之间都是我的错，这句对不起我欠你太长时间了。不，你不欠我什么。这些天老谭来找过我，
他跟我说，过去彼此最了解的两个人，只能成为知己，不能成为爱人。这些天我也不断地在问自己，我能扛住压力，一直守在你的身边吗？答案是不知道。也许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，你放弃了我，同时也解放了我。谢谢你理解我。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何三接电话了，你
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有空联系我一下？安迪，怎么了？说话啊！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行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五六，低头，再来，一二，闭嘴，再来，一二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五六，低头。我跟你说了，我签了协议了，继承了三套豪宅，还有一些字画。这么快？我不知道魏国强他们这什么计划，就这么快一夜暴富，感觉如何？我本来也不缺钱。当然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，一个跟我有那么深渊源的人素未谋面，抛弃我们母女这么多年之后，突然把他所有的遗产都给了我。这要是换了别人，我会觉得是个很拙劣的故事，可现在我就是这故事的主角，感觉有点复杂。所以才来找我。我今天见到我前男友了。哦，是你去找他，还是他来找的你啊？我继承了其中一套房子，跟他在同一个小区。他纠缠你了？他不会，他不是这种人。而且我说过，是我对不起他。我早知道跟他的关系不会长久，我以为我自己很理智，很坚强。可到了真正说再见的时候，还是会有点难过。真羡慕他，只有在你心里走过，才能让你感觉到痛，至少说明你们相爱过。行了，我们换个地方，走啊。